心，听不到你的呼吸，我在担心，又将你失去，在现实的噩梦中惊醒。记得我吗？哎呦，我是吴敏呀！小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眼神不太好，没认出来。不是你眼神不好，是我老了。哪的话，漂亮，真的越来越漂亮。是吗？看到我都不敢认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两天刚刚回来。我打算这一次呀，待得久一点，好好陪陪我们家的珍珍。那好，太好。哎呀，振刚这个人呀，也真是的，他对我就是不放心。珍珍他们学校呀，要给他们办保险，我说我去，可是他非说，等他出完车回来自己去，他也不嫌累得慌啊。办保险啊？对呀。哎，珍珍啊，去给刘叔叔倒杯热茶好了，家里没热水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孩子，去烧一壶呀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这真的，你别客气，我说坐不定的，一会儿要走啊，我有事儿。刘哥，你先把这个搁我这儿吧，我今天下午就去帮他办。学校里面刚刚打电话过来了，说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再不办呀就赶不及了。喂。好好，我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啊！哎，那这个就搁我这儿了啊。谢谢你啊，刘哥。好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行，你放好了。哎，你忙你的、啊。我改天请你吃饭啊。好的，有空来玩啊。好。珍珍啊，你爸为了拦着你出国，真是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啊。老刘啊，咱俩啊。哎呀，老梁，你快来，快快快，帮我把桌子抬起来，快呀！哎呀，你动作快点，快点啊！看这，你这放的这么乱，这是怎么查这个？哎呀，你啰嗦啥呀？快快快，慢慢查去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孙少阳啊，长得倒挺斯文体面的，私底下全靠着老婆给他弄钱，你说这不是成了吃软饭的吗？寒碜不寒碜？
男人笑眯眯不是好东西啊，指不定在背后跟他老婆说的都是好话呢。你们女人呐，就耳根子软啊，男人说上几句好话，让他干啥都行。哟，老刘，我总算知道你是怎么把嫂子弄到手的。哎，嘴上满意了吧？什么事？刘大姐。哎，来了，快来看。怎么了？刘大姐，这什么呀？哎。标准房，是吗？总共有几张啊？好，太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就这样。来，同志，宝钢宾馆在哪儿啊？我们查到三张在杭城宝钢宾馆住宿的发票，他上半年来过三次杭城，都住在哪儿呢？宝钢好像是在东郊。马上查一下具体地址，跟段队副总，我们立刻赶到那儿去。是。初丹，哎呦，手脏！真是你爸的好儿子，竟知道嘴甜。团团，哎呦，别闹了！团团，别闹了！团团，少阳。少阳，少阳，孙少阳！哎呀，别烦我！孙少阳，你在干嘛呀？这是什么？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老婆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哎，我们的钱呢？干什么？我们的钱呢？钱都拿去买彩票了，孙少阳，你什么时候染上的这个毛病啊？我没有。你以前那些钱呢？啊，你也是都怎么花掉了？是不是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那是怎么花掉的？那些到你公司来搬东西那些人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欠他们的钱呢？啊！你说话呀！孙少阳，你别逼我了，是你在逼我。孙少阳，我求你，求你给我说句实话好不好？是我咱的钱都输掉了。咱们本来够可怜的了，我以为老天爷他会可怜可怜咱们，让咱中个大奖。可是，我买了这么多彩票，一个都没中。老婆，如果你放心，再等两天啊，再等两天，咱们就有钱了。啊，你相信我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一直在骗我，老婆。
早晨刚住进来。哪个房间？2106。要我们去好了。你听我说呀，你听我说，老婆，你放过我，我不想再看见，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好，老婆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使劲打，你使劲打我，你使劲打我，老婆。只要你不离开我，现在除了你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剩下你了。求求你别离开我，千万不要离开我，别离开我了。应该就在附近，分头搜。是，走走。老婆，别难过了啊，过两天就会筹到钱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你就相信我一回啊。行李都检查过了，没发现什么线索。他们肯定已经发现我们追到这儿了，只会躲得远远的，这下就更难找了。是啊，要想知道人在哪儿，必须先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来杭州。想好了，咱们一会儿找个办假证，然后到郊区再拿一笔钱，很快就可以走了啊。那团团呢？老婆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样，我给我哥打个电话，让他接团团。等咱们安顿好了，再把团团接过来，好吗？你没骗我。我什么时候骗你啊？再说，团团也是我儿子呀。快吃，快吃。这还有多少钱？350太贵了，能再便宜点？不行，现在丰收节。要不这样吧，最低330，两个660，讨个好兆头。再便宜点不行吗？大哥，你看我这身子也不方便，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。今儿最低了，你要就要，不要算了啊。那好吧，东西在这儿，千万别搞错了。嗯，放心吧，明天下午2点，人民广场。哎，老刘，你看。合同，杭城市新安县青阳茶厂，预付款人民币120万元，任燕从单位挪用了120万元，哎，应该就是这个。哼，这孙少阳也办了点正经事儿啊。
放车。喂，小刘。啊，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？哎，对了，刚才我们发现了一份合同。这么说，他们来杭城是想取回这批订购茶叶的预付款啊？应该是这么回事吧。老刘，你马上向赵局汇报一下，我们这就去新安县。哎，对了，方处啊，你那个户口本吧，让吴明给拿走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保管好，谁也别给吗？他说要给珍珍上保险去啊！你听他胡说八道。哎，谢谢啊。方处，啊，小兰，去请官队下来。孙少阳夫妇可能要去新安县的青阳茶厂，请他们配合我们工作。是。这夫妻俩活路给卖的是什么样子？一个户口本又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啊！争来争去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哎，你说吴敏这次突然回来，是不是想跟方处和好啊？哎，这吴敏会不会拿着户口本去办理什么复婚手续啊？哟，你的想象力倒蛮丰富的嘛！哎，方处不在，他一个人怎么去办复婚手续啊？哎，你说那啥都不因为他两口子那个户口本，他叫个什么劲呢？这个，啊？那你就自个儿慢慢琢磨吧。你叫什么叫什么呀？我给他办个护照又怎么了？他将来迟早得用得上啊。我没工夫搭理你，你把珍珍给我叫来。好啊，反正珍珍也长大了，你这个当老爸的可没有权利一辈子管着他哦。来，珍珍，跟你爸说，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妈妈走？爸。哎，珍珍，你什么也甭跟我说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出国的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你妈那人，让你跟着他，我不放心。珍珍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马上就要中考了，这是你人生的关键时刻啊！你现在出去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什么都耽误了。你告诉你妈，公安局我认识人，只要我打一个电话过去，他就想给你办护照。你现在理解我了吧？你爸这个人，黄处，咱们该出发了。那上车啊！老赵，哎，我要不是公司急等着用钱，我不会来找你的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不是我不肯帮忙啊，这笔预付款已经发到农民手里好几个月了，再把他们要回来，岂不是虎口拔牙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要不这样，我付违约金20万。这，老郑，我在这儿几年，在你这订了不少次货吧？对对对对，啊，你得帮我这个忙啊啊，要不然你就太不仗义了。那，啊，我接电话。喂，哪位？喂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。有个叫孙少阳的人，现在师傅在你那。这样。好，不要说话，你听我说。这个孙少阳是个通缉犯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他扣下来。好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好，谢谢。方处，找到林燕和孙少阳，就在茶厂。对，那是办事。好。那是不成问题，这样我叫财务科给你们弄点钱，我仓库里还有一批茶叶，你们要不要去看一看吧？茶叶我就不看了，哎，你先把我钱给我解决了，哎，好不好？去看着茶叶再说。我来来来，哎，看看茶叶。哎，再，老郑，哎，继续看看，不看着看。哎，老郑，哎，老郑，哎，老郑，哎，干嘛放着呢？干嘛呀，老郑？哎，
的。不，老郑，兄弟，你给我开门啊！老郑，老郑。老哥，你开门呐！关门干嘛呀？哥，警察说你在外面犯了事，他们知道你在这儿。老郑，你给我开门呐！求求你给我开门呐！啊！你这没办法，要是我放了你，警察肯定以后不会放我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你们这几个人给看着啊，我马上去叫警察。老哥。把门打开，老郑，求你别走啊！给我开门啊，老郑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老郑，老婆，你没事吧，老婆？啊？没有，我逃不掉了。不会的，老婆，咱们一定要逃出去，一定要逃出去。真的，爸爸在执行任务，没工夫跟你说啊。哎，爸，我必须问清楚，爸，喂，好，明白。太好了，方彻，茶厂的人已经把人燕他们扣住了。出了门，往那边走。你们俩到那边去找。是，快点。快点。哎，后边都是山，咱现在警力不够吧？我已经给局里打电话了，让他们再多派些人过来。又让他们给跑了。可那天快要下雨了，这回要抓着他们可真不容易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出去找。什么都想带，到那边还要买新的呢，快点啊！那也得走啊，要被他们抓的全完蛋了。我们还得跑哪儿去啊？不走，不走我们就全……我
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脚崴了。让我看看，没事吧？慢点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先走，别管我了啊！不行，要走，咱们一起走啊！好，一起走。你们的人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应该快到了，我再去催催。好，谢谢啊，方叔。天这么黑了，这么等上去不是办法。再说弄好他们已经跑了。可我们目前没有其他的线索，就算大海捞针，我们也得捞。你别再来烦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儿正忙着呢。我就两句话，说完我就挂了。振刚，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辛苦了。我不是要夺走珍珍，谁也不可能夺走你对珍珍的爱，更不可能替代你在珍珍心中的位置。可是你应该知道，是我给珍珍很有好处啊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也没有忘记我的过去。我知道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我不要头了，我要结婚了。他答应我，他会对珍珍好的，他会对珍珍像亲生女儿一样。喂，喂，告诉你吗？我不是在这儿。还没吃饭吗？走，跟叔叔走。哎，对，你会不会奥数？太好了！放手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还你什么啊？这孩子真是……还你什么呀？还？太好了！赵局长，你可来了！你瞧这孩子，我可整不了啊！你瞧瞧，你瞧瞧瞧脸上，你瞧瞧，你瞧！你活该！我都三天没喂他吃东西了，也没给他喝水，他肯定死了。你看见了吗？就这么嘟嘟囔囔的，也不知道说啥玩意儿。我知道是电子宠物。团团，不哭，告诉姐姐你的宝宝叫什么名字？叫小白，我是他爸爸。我每天哄他睡觉，给他吃饭。没有我，他会做梦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说什么玩意儿呢，那是死的，又不是活的。是活的，他是我的宝宝，他开心的时候会叫唤，不开心会哭，他是活的，是活的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赶明儿给你买个新的，行了吗？我不要，我就要小白，我就要小白。团团乖，你听姐姐说，小白当然是活的啦，他很聪明的，他会自己出去找吃的，自己会找睡觉的地方。他只想出去玩会儿，想你了自然会回来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姐姐原来养过一只小猫咪，后来他跑出去自个儿玩了，姐姐当时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特别想他呢。可是后来啊，他带回了一窝的小猫咪回来看我呢，所以啊，小白一定会回来的。没准儿他回来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小宝宝，那你就当爷爷了。团团，小白会回来的，妈妈也会回来的。
上大学了，国王还送给他500块金币，很快就能结婚生小宝宝了。唐丹知道了一定很开心。唐丹真乖，姐姐当初学奥数的时候可没你这么快就找到巧门了。那你说我要是奥数考好了，妈妈会带我去游乐场玩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姐姐，你能把那件睡衣给我吗？嗯。这是妈妈的睡衣，上面有妈妈的味道。想起来，小时候老缠着老爸带我去游乐园，他出差了，一个人待在家里特别害怕。那时候多好啊，他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一大堆一大堆的礼物，还总是冲着我笑，听我不停地说，根本不像现在。真真长大了，你现在会自己想问题了。可我爸从来不这么看我。那是因为他是你爸爸，在父母眼里啊，这个孩子永远都是孩子。我就讨厌他把我当成小孩。那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啊，你不要去抱怨你爸爸不理解你，你也试着去理解理解你爸爸。其实你爸爸很爱你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他表达不出来，真的。关队，你让我们查的那两个人找到了。阿祖，贾政贩子那边查到线索了。怎么样？我的同事在贾政窝点查到了任燕和孙少阳的照片，据和他们接触过的小贩交代，孙少阳和他约好今天在天桥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谢了。
赵局，人影出现了，让他上来吧。好。生了小宝宝，她也当妈妈了。真的？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，贪污公款的事儿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逃跑？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我老公没关系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女人真是傻的可以，她到底图什么呀？她难道就没问过你这些钱是从哪来的吗？我告诉她是我炒股票赚的。那你知道他拿那些钱去赌博了？我知道，钱给他了，随便他怎么花都行。你们判我刑吧，判我死刑。求求你们放了我老公，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关系。考了100分，老师奖励他一朵小红花。还有这张纸条，他都让我交给你。